来，那个小潘帮忙一下来，好、哦，帮忙一下。好，来，个教授，台湾大学的教授，心肝底真艰苦，二三十年来，无代表甲核电厂毁掉，真不甘愿。后来大家哦，大家这帮人真和平的手段，哦，真和平的手段来。好来，来王教授，清华大学王教授来哈、哦，啊，高教授能别给，能别给来，两个都上去哈、哦，来，警察先生，不要铸造暴力，警察先生不要制造暴力哦，来，来龙教授，专家学者在这所在，来，小潘帮忙一下来，各位，这叫做咱的政府啦，全台湾人民拢，全世界拢来看。你别讲，全台湾人民拢来看，全世界拢来看。喂，喂，别讲。来，来，别紧张哦，来，用最和平的手段。那么清完，高教授，别拜托王金平议长，咱把大门打开，让咱高教授跟王俊秀教授入面来再清完。你们在清完，各位，这敢是台湾人民的政府呢？这敢是台湾人民的警察呢？核电厂危害全世界，大家看得到。各位，各位，别给你们进来哈，来，来，人民的比例代表，人民的，来卖别来，其他的不要怕，其他卖别，其他卖别，走来，其他卖别，其他卖别要来。台机位，有天主会，台机位，天主会来，高高雄王俊秀教授两个哈，这个站好起来，好，环保联盟的会长高成伟教授，三十年来为着反核电，安尼拼生拼死为着什么呢？为着要尊重生命，跳下红土啦！来，王俊秀教授好来，各位，啊，其他人要白，其他人要金，好来。所以，你敢是台湾人民的政府呢？所以，国内主，我现在没有主张暴力了。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听指挥，听指挥，听指挥。来，大家看哦，我们的警察哈、哦，竟然这样讲了，说不要用暴力，谁用暴力？大家看我的手，谁用暴力？大家看我的手，谁用暴力？警察暴力。我们用最和平的方式。我们有打到任何一个人吗？我们不过请愿代表要进去。没有暴力啊，枪红东西才是暴力。这没有暴力，这只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目前我们的人数不够多，我们的反核群众不够多，我们需要更多人的。法院是人民的法院。好来，来听几位吼，咱今日用上和平的手段要清完，有咱只环保界、消防界的朋友，啊要入去清完输入面，后尾入去清完，竟然大门甲咱关掉咧，各位，我都只是甲咱关着大门，但是我都永远关着台湾人要废除核电的决心啦！你讲对不对？咱甘愿反对核电厂，咱甘愿来受到较大的侮辱，还是牺牲，拢真甘愿。包括高教授王俊秀教授，包括咱疫苗自救会长，才和平拢甘愿。各位，警察先生朋友，咱拢是兄弟姐妹，你咱拢是兄弟姐妹，为什么？核能电厂要起假建设著名，要行贪污著名，来这人在报着要起核能电厂的永和立委，要带出来告别。反核电就是要反贪污，一般真侪教授在讲，核能电厂背后都是官商勾结啦，你讲对不对？马英九政府，你讲要反贪污，你伫总统头前反贪污官场，咱希望马英九政府要彻底调查，到底核能电厂
各位，咱看得真艰苦。我瞧，我看过。到今仔日交税金的人，交税金的人民，大家这紧张，全世界拢在看，到底人日本发生到福岛事件了，全世界拢重视到台湾这个土地。尊重生命，疼惜乡土，为着下代子孙要住伫这个所在，台湾是咱的母亲，台湾是咱的宝岛，竟然或者未见效的这永和立委叫财团的勾结，在吞打台湾人民，各位。咱伫遮看到，咱遮警官、基层警察拢足辛苦的，恁拢是兄弟，咱袂使互相残杀啦。各位，咱拢是兄弟，你知影无？咱如果对中南部来遮做警察，对嘉义、彰化、台南、台中来，咱的爸爸妈妈、咱的亲戚朋友拢伫这个土地所在，咱心肝底真艰苦，竟然落背后的财团。这官商勾结的，互咱互相残杀，看真不甘愿，嘛真心酸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各位乡亲士大，咱今仔日淮河店已经翻了30年，照这个淡薄的成果，30年来沿路走过来，坎坎坷坷，拄到一本辅导书的了，台湾人民全面的崛起。台湾人民不要大灯给咱骗咯，台湾人民不要介入给咱骗咯。咱看到一份辅导书的个妈妈，伫电视阿拉讲，讲伊个电力公司甲伊骗，讲核电厂无问题安全，竟然造成个一份辅导的居民。妻离子散，各位，什么人会造成？这就是背后拢是财团，交这真正正的交给你知影无？所以各位，真心酸，来到今天所心情的这个所在坐伫遮，高教授，想要坐一下，高教授满腹的心酸，高教授会在伫美国。做一个美国太空总署的工程师，甲头路死掉，为着反对核能电厂，伫遥远的美国管理，美国太空总署上班，当然也故乡台湾。各位，一个知识分子，一个有良知的学者，到今仔日到台湾里面清完。竟然，那拄好我看一个警察先生，虽然有可能你是无意的，但是高教授的手已经受伤了。对，啊，暴力啊！这就是台湾的现状。明年要选总统了，咱现在要跟总统府的马英九政府讲，你若是不尊重民意，明年你这永和立委。你这中州的好酸人，一个肉酸辣，你讲对不对？酸了，我都酸了。所以，咱希望这阵全台湾人民，你看到电视，即摆看到风扇报道，大家勇敢来到台湾你的头前所在，这是人民的所在。咱伫这个所在，感觉不散。咱两个人用真坚强的心情伫这个所在。表示着咱反核电反到底啦！高教授，咱目屎谢谢，咱跟大家勉励几句话啦。啊，各位欢迎的朋友，我转来台湾，第一年以后开始投入环境，有几啊十摆，伫个立法院内底，甲立法委员。共同召开公听会，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大家一向拢甲咱讲，讲核电绝对安全，讲
本在讲的车祸无事件，迄个台湾绝对袂发生，因为咱是用美国的基础，无心浪费是上严重的代志，无可能比这个严重。我最近在演讲，我拢问大家一句话：，你知影日本的一厂、二厂、三厂、四厂，多一厂？多一个基座，多一个基座，上严重。老实讲，无人知，因为多一个基座上严重，短时间在变化。有阵啊是第一基座，有阵啊是第二基座，有阵啊是第三基座，有阵啊是第四基座。拄啊开始的时阵，日本政府讲第二基座上严重，咩啊？咩啊？法国甲美国甲伊讲，讲你第四基座的厝顶在烧去啊！第四基座虽然无咧发电，第四基座上严重。迄若叫爆炸了吼，唔知要安怎？所以美国的航空母舰为到的时阵80公里，退到160公里，到尾啊！退到350公里，伫350公里以外底等。但是啊，日本讲唔是，第四基座佫无严重啊，第三基座上严重啊，因为第三基座内底啊有负这个元素，负唔多好，唔多好，那是造出来，唔是干当日本面可能。当南亚特别一半，所以伊全力在救伊的第三基座，啊，去救一个过关啦。过关以后啊，即摆大家知影，日本过两个月个以后调查，倒一个基座上严重，第一基座上严重啦，因为第一天内底啊，第一基座的路线啊。不是干那油尔，已经油烫过啊，所以一天啊，灌10万吨的水落去啊，5万吨走去，所以一天流出去的辐射废水啊，是5万吨。日本的第一基座、第二基座、第三基座、第四基座，拄好甲咱核一厂、核二厂、甲核四厂完全同款的基座。咱北台湾有六个基座，北台湾六个基座，那出问题30公里，包括台北管区600万人，那算60公里1000几万人，咱足不爱看到这种代志发生，所以咱希望参与专案的是，希望及时的医生袂使通过。但是你万一你个通知，但即马来千万，刚才来千万了，千万是宪法法律保障的人民的权利哦。竟然到即马为止，咱早起9点外就发送千万收入去啊，到即马为止还有咱领，到即马为止都还有咱领，所以咱要开门入去，安尼恭喜。使用暴力，下要甲你开门用锁啊！你有使用暴力啊？什么叫做非暴力？车拄啊，我讲不单只使用暴力的警察来，伫放三车甲咱讲，我来用锁啊，敲门叫做暴力，什么叫做非暴力？你是不是希望讲，叫我拿一个机关枪甲大家扫扫一下，安尼叫非暴力？我常常在演讲，我常常讲。我是我狗怪无路用啦，无迄种气力啦。我若有穿哦，我个老弟发伊头前哦，所有人拢爱扫扫去啦，真可惜啦。我都无这种气力，讲较歹听啦，我无迄种尻川啦，唔敢食迄种泻药啦。哦，所以才敢用非暴力啦，才敢哦，敢用锁啊，要甲你开一下门啦。阿你嘛，互恁凉皮咧，来电来电员工啊。王宪吉，王宪吉先生，请来。你准备一点。
咱王工程师嘛是台电核能电厂的工程师，二十几年的今仔日，竟然来徛伫车顶，安尼含着目屎要换核电厂，啊！这种温暖的呼声，来欢迎着王工程师王胜吉老师来唱。安吉啊，咱上路建设。我是福林工程师，在1988年，因为反对日电，离开台电。咱这个副市长，拄则讲了一句话，会长就咧讲，讲核四啊，对1981年开始，就规划征地，即卖已经。2011年啊，经过30冬，一个核电厂起也袂好，这内底一定有真侪问题。一般核电厂像日本起一个核电厂6冬尔，咱台电核四厂起这侪冬起也袂好，到底是比赛外贵？到底在创什么空？咱有责任，咱有权利要求立法院通过监察小组来调查核四厂是安怎建厂，建十几栋也袂好。是安怎修修改改，改拢袂好，是毋是做这个修改花时间来做花商勾结，来玷污台湾人的纳税钱？伫车祸发生的时阵，快船啊伫台电，我就建议爱停止核能的发电。彼当时陈兰教甲咱讲，讲核能发电安全，抱一个原子炉比抱两个查某人较安全。讲个笑话甲咱骗。彼阵个军人侯伯村一六讲，讲核能发电是200%安全。伊讲。咱个奥比威，咱个核能设计，甲上个都无共，咱是甲日本个共款。结果，日本即摆发生代志，核能发电理论上讲安全，但是设计错误，像日本个核能电厂设计都无考虑到出哪物。人为操作的错误，有咧电厂有做的人，不三时就伫遐困，伫遐作住。人为human factor 的操作错误，所以是一个无安全的。我们发电安全是骗人的，有咧危险是看袂到、摸袂到、闻袂到的。所以即摆全世界，拄只国教授讲的，意大利公投，结果嘛要废止核电。咱台湾土地遐细，人遐大，人遐尔济，咱无条件，阁继续发展核能发电。咱要求，立马上停止核能发电。咱要求，立法院。我听人民的声音，来通过140例。这是不符合直接的民意，所以咱直接要求，必须爱公道，用人民的声音，用人民的意见来做核四，是不是要继续起落？安尼才是直接的人权。这是环保的。朋友、同事，咱今日遮
的要求，应该来公民投票来决定，核实是不是继续。在日本发生福岛的事件了，引起全世界人来重视核实是不是符合目前的社会需要。所以日本已经禁止有30台的一个发电厂的，所以台湾这都是人口足多、地形的特殊的关系，是应该停止核实这种的发电厂。所以台湾教育学会和环保联盟主张，坚持台湾应该废止核实这个发电厂。所以，我大教会会员支持公民投票来决定核实是不是继续落。所以，而且我的小张来支持这边的活动，多谢各位，多谢。